所以前面讲中医藏象那个象的，那个象的源是很多的，应该说很多东西复杂的构成这个观念，但是讲白了，到最后你这个观念还要经得起临床实践检验啊。肾藏精，然后干嘛呢？我们看看，主生长、发育跟生殖。你这个生长发育应该是跟先天之精关联到，生殖就是生殖之精。好，这条文我们稍稍过一遍。这里首先，女子以七为单位，男子以八为单位。你说这里有没有什么奥妙呢？我个人感觉就是直接的观察得来的，观察完了，为了方便。给他一个相对整齐的数来概括，基本上我觉得是一致的，啊，过一遍，女子七岁，肾气盛，你注意这个气是精气并称，应该说加几个字吧，肾中精气逐渐充盛，就这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盛，精气并称啊。因为后面会分肾精、肾气略有不同的，然后肾中精气逐渐充盛，齿更发长，齿更就是七岁的时候大概换牙齿，头发生长速度开始变快，然后14岁，天癸至，我们看看天癸的概念，书本的表达，我觉得也是对了70%左右。它怎么表达的呢？人体肾中精气充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产生的一种精微物质，具有促进人体生殖器官发育成熟和维持人体性功能的作用。你这样看上去感觉有点像性激素一类的。其实我个人感觉好像没那么简单。真牙什么叫真牙呢？智慧齿，最后一个是智慧齿。真牙生而长齐，然后四肢、筋骨间发展及身体症状，这个不需要翻译的了。五七有问题了我，阳明脉衰。你注意学经络。三条阳经都上到头面部，其中阳明走在面部，少阳走在头侧，太阳走在头后。太阳有一部分经过面部，但面部以阳明为主。所以五七阳明脉衰，跟着面齿交，开齿憔悴，发齿白，发齿堕，然后。六七三阳脉衰于上，面皆焦，发齿白。42，现在好一点，因为现在各种营养美容的东西又涂又抹，反正你躲得过五七，躲不过六七。是啊，现在好像能够延后那么3、5年，我觉得3、5年是有的，因为我们小时候感觉。大人到了30多岁比较苍老的，但现在好像30多岁的，好像还没长大嘞。但女的是有点亏呀，比较不经老。当然你说有的人长，因为那种妇人常年保持青春就非常可疑的了，是啊，她用了什么药，有没有那个啊，这种说不准的。然后往下，77、49，这个倒是准的哦。任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绝经了，故形坏而无子。一般来讲就没有生育能力，一般来讲啊，讲概率啊，比如95%，你不排除个别人还能生的。然后女的以七为单位，男的以八，这个丈夫8岁，肾中精气逐渐充实，发长齿根不需要解释了。28，肾中精气逐渐充盛，天癸气
精气一泄，开始排精。假如阴阳交配，具有生育能力。三八二十四，肾中精气平均，筋骨劲强，故真牙生而长疾。四八筋骨隆盛，肌肉满壮，这个不需要翻译了。五八开始，肾中精气逐渐衰竭。八发醉迟睾，好像现在没那么早。假如那么早出现，有点麻烦。六八四十八，阳气衰竭于上，面色憔悴发冰斑白。七八肝气衰，肝主筋，筋不能动，活动不灵便，天癸竭，精少，肾脏衰，形体皆急。八八此伐去。看上去男的在中年期相对占便宜，但是好像比较奇怪。你一到你看呢，四十岁肯定男的来看，五十岁还是男的，六十岁似乎还是，你到了六十五，我觉得男女差不多了。你到了八十，那不用讲的，基本上是女的比男的来看。你看，你假如路上两个老人家走在一起，基本上是女的扶着男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看看肾中精气有表现形式，我们把整条条文归纳一下。实际上最明显的标志大概就是那么几个：牙齿、骨骼、头发、生殖功能，是这几个是观察肾中精气盛衰的明显指标。但是也可能也要分开来，你比如说骨头，小孩好像看骨头更多，生长发育问题。头发就小孩老人都看，牙齿似乎是小孩看，但是好像老年人看得更多。你看以前判断一个老年人身体好坏，最简单的就是看牙齿，是吧？你看《红楼梦》，刘姥姥进大观园，贾母问她第一句就是牙齿可好。所以牙齿好不好，就是问的是身体好不好。牙齿好就是身体好。生殖功能主要就是青壮年。这个图你不抄也无所谓，实际上就把刚才的男女的肾中精气，你看这是上升期，这是平台期，这是下坡路，就等于说把它列成表格式，基本上是刚才那条条文的显示。其实延缓衰老挺简单的，增加这个平台期，你说怎么增加法，等下再说。我觉得不应，你明白道理不应该是太难的。所以我觉得假如一个中医他的外貌比他的实质年龄要大，那就是失败。那不是你自己没搞定自己。或者是自己都不太明机理。好，我们先看病态。那前面我们讲的虚症，大概讲了四种虚：阴虚、阳虚、气虚、血虚。这里多一个肾精虚。以后你们一学到精虚就讲肾的，所以我讲的这个五脏之精，没有广泛采用，就是。你在后续的什么中诊、中药、方剂、内外妇儿，你看不见什么脾经虚、肝经虚、心经虚这种表达化相应的治疗方法。一讲经虚就是肾经虚。肾经虚，不同的年龄段表现出来一个应该是有区别。我们先看小孩，小孩肾经虚比较简单，生长发育不良。那它主要是生长发育的问题。好了，凭感觉吧，你们小孩生长发育不良有什么表现？
骨瘦如柴。那个胃逼我，那个你搞到非洲那种，他有时不是肾精虚，他是营养不良哦。什么什么？牙齿，那个干脆用这个了，叫做五磁五软。先讲五磁吧。其实五磁你完全归纳出来可以不止五磁，它什么意思呢？它就小孩跟病态小孩跟正常小孩互相比较，然后作用一些发育的指标。比如小孩最常见的，一般都问了，一看那个很小小孩会说话没有啊，是吧？会坐没有？会走没有？会站没有？就用这个，还出牙齿没有？就用这个横向比较。比如说出牙齿，小孩应该是六个月左右，然后坐也是六个月左右，站应该九个月左右，说话跟走路应该是一岁到一岁半，还有是出头发。你假如这些你跟正常小孩比起来慢了，那就叫五磁。当然你不是五磁具备啊，可能是某种磁的，你五磁具备就很严重的了。五软就更厉害了，五软是头项口手足为软，软绵绵的好像没骨头一样的，这种是现在讲肯定是说你缺钙的那种，就很软。然后头发一般是这样，叫做发黄。稀疏、干枯，发黄、稀疏、干枯。啊，还有的，有小孩身体不太好的，就是那个后脑勺少了一圈的，这后脑勺这一块是没有头发的。那种也是肌肉病的一种表现，那除了发黄、稀疏、干枯，它可以是少了一圈。更严重的可以出现这种啊，方颅，这个颅骨软呢，方，甚至可以，还有就是囟门、磁壁，比囟门磁比囟门磁壁还要厉害的叫做这种经常读成泄，松懈的懈，就是等于说它不单指那个囟门没闭，连那个颅骨那个缝还在，颅骨的缝都还没闭合。然后还能讲出什么骨头的问题？骨头软，不，你们这一代比较少了。X 型、O 型腿，你不是骨头软吗？你们这一代很不多，你看看你们的父辈，很多有点，尤其广东人，很多有点轻度 O 型腿。我不知道你们见过以前背小孩的背带没有？以前背小孩的背带是这样的，然后这不是头吗？这不是两个脚吗？那两个脚老是这样，你不欧起来了？现在一般都是斜背，就在前面的，以前是背在后面的嘛，背在后面可以干活嘛。O 型腿其实还有一种，因为现在的小孩挺注意营养的，长得太胖，又太早会站，不见得是好事哦。你以为是不是越早越好？不见得哦。你体重大又太早站了，那个脚那个骨头还没坚硬，又很容易变形的哦。除了表现为牙齿、头发、骨骼之外，还有一个方向，那个后面会学到肾藏精，精生髓，
这个髓包括骨髓、脊髓、脑髓。所以当脑髓空虚的时候，智力低下，痴呆也算。比如现在讲的先天愚型，你不先天之精的质量有问题吗？而你这里还可以补几个字，反应迟钝，是吧？就好像感觉这个人稍微有点笨，但是不傻不愣啊，你最多说他不够聪明。那么这种你说补肾精有没有效呢？应该有点效。先天愚型针灸有作用，不是把它治好啊，治好是不可能的。你扎针，经常进针就在头部。你们现在，假如早上到两家附属医院的针灸门诊看，很多小孩，不是很多啊，很多得罪人了，反正病人是不少了，一堆那种小孩长得样子一样的，先天愚型的样子差不多的。假如认不出来，满头扎针，扎得像刺猬一样那种就是了。他那种大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你原来的智商只有50，那你通过扎针可能他可以去到60多。他什么意思呢？生活自理能力强了。比如很多东西他原来不能理解，现在可以理解，很多东西不能做，现在可以做了。那么生活自理能力一提高，家长还是挺满意的。但你说治好，那至少针灸还做不到，但是改善做得到。问题你用药物来改善似乎是很难的。这种而类似这种生长发育不良的吃什么比较好呢？就你们以后要学中药要注意，中药的归类补虚药之中只归了四类，补气药、补阳药、补阴药、补血药，没有专利一类补精药。其实有补精药，补精药是散落在这四类中，你要一类一类一位把它捡出来。比较够力的应该是这个，龟鹿二胶、龟胶、鹿胶、龟板胶、鹿角胶。鹿胶是补阳的，龟胶是补阴的。但你注意啊，龟鹿都是长寿动物，熬成胶它们好像那个阴补阴补阳的那种温跟寒的感觉没那么明显，就变成了化生精血。而且中医有个说法叫动物要是血肉有情之品，就等于说凡是补医药一般是动物药比植物药要强。你看从生物的角度，动物跟人的接近性是强于植物，更加容易吸收。假如应该更到位的还有一个药，紫河车胎盘。胎盘不很简单吗？来源于先天，还补先天。假如还有一个直接就用这个鹿胎，鹿胎也可以。